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侃电影当中跟大家分享的《美国狙击手》这个影片，这是2014年的新片子。这件事情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但透过电影，2014年的时候跟大家描述了他整个在美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枪手。在被美国政府认可的，他大概枪杀了杀掉了160多个敌人，而他自己的数字是说250多。那这个影片在我的眼睛里，或者说在中国大陆的我们生长起来的朋友的眼睛里，他在宣扬着爱国主义。在一个普世价值的正常社会当中的爱国主义，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同时在对比着个人的爱情、家庭这样的情感的冲击与爱国主义之间的这种冲击，它是怎么表达的？而作为一个个体的一个男人，他肩负着对国家的一份责任，这是一份承担，这是一份在他生命中认为不可推卸的东西。但是随着战争时间的推移，他看到了人和自己的伙伴的失去和战争的残酷性，对他人的那种摧残，人性的思考和他生命未来的思考，最大的特点他的真实性。我觉得作为普通的中国人，我们生长在一个被爱国主义洗脑的氛围的环境当中，这个影片很值得看。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？那要收看涛哥怎么侃的这期电影，那你就到涛哥侃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做节目之前呢，有朋友在 Facebook 上留言，我感觉着可能是个笑话啊，这个我们只能这么说。他说这个屠呦呦呢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，这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，一些院士们给他开庆祝会，那大家开酒会嘛，这个有记者就问屠呦呦说，这个您现在获得了，被称为三无科学家，那您当初是不是申请过这个院士，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？因为他多次申请过。那屠呦呦就说的，我申请过很多次。那后来说，这记者就问，那为什么人家不批你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呢？他说哦，他说当时都在等着诺贝尔奖呢。然后大家听了就乐了。记者又追问一句，说那你今天已经成为了诺贝尔医学奖的这个获奖者，那你自然就会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，说你有什么感想？他说这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呢，我还是别做。记者很诧异，说为什么你又不做了？你都诺贝尔奖了，你干嘛不做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呢？他说怕那个其他院士活不下去，所以活不下去这事儿不好，得让他们活着。大家伙都得好好的活着。那又乐了。那记者紧接着又追问一句，说您今年都85岁了，这个看起来身体相当不错，也不知道您平常是怎么保养的，您平常喝不喝牛奶啊？他说我不喝牛奶，我从来不喝牛奶。记者说：“为什么你不喝牛奶？”他说：“我也得活着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”听起来应该是个笑话了，但是这个笑话我不知道是在国内传的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大家有人说这是屠呦呦的幽默，那也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假的，因为朋友没说是笑话。那三个人均分诺贝尔奖，屠呦呦住在北京，说能买，在北京如果买房子能买多大呢？他说大概能买半拉个客厅吧，这点钱购买半拉个客厅，所以从房价的角度来讲，北京已经完全是世界潮流的领先者。其实
这故事本身讲的背后的含义，他在讽刺的这个制度和这个体制。制度和体制，其实有一个朋友曾经贴过一个帖子，应该是国内的律师，他就提到屠呦呦跟 TPP， 我们现在最时髦的一个新词是 TPP， 屠呦呦跟 TPP 都有着同样的背景，表面看起来没有关系，但却有着同样的背后的内在的关系，就是这个制度，就是这个制度本身。那针对 TPP 呢，美国白宫有发言，所以代表了美国政府。美国之音这么说的， TPP 协议达成，压力在中国。奥巴马星期二讲， TPP 协议中包含了历史上最高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，这些标准都具有很高的执行性，如果签署国不遵守这些规则的话，将无法获取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利益。那这一协议之下，美国将书写全球经济规则，而不是中国，所以直接来排斥中国。那排斥的前提，当初中国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，曾经承诺了很多，承诺完了之后，那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，那他把那样的承诺连个屁都不如，就把人耍了。这就是共产党体制之下中国人的聪明的地方，骂外老外傻的地方。今天嘴上都跟你答应，明天就耍你。我答应你是为了我耍你，我答应你是把你当傻子玩，我答应你是为了骗你，今天哪儿都是。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场面。白宫发言人乔什在例行记者会上讲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在提高了环境标准、提高了劳工标准和执行 TPP 协议包括那些知识产权保护方面，这给中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。中国通常愿意在亚洲内部发挥自己的影响，但 TPP 的确给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。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，北京看节目的朋友，你看看这两天北京什么天儿？那 TPP 到底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现在很多人在分析。香港的《东方日报》的文章这么说 ：TPP 用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，那 TPP 成为了双刃剑。12个国家五年谈判，终于达成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。如果你看一下里面具体的协定，日本的汽车卖到美国去将会更加便宜，比现在还便宜。啊，很多生活在北美大陆的人喜欢买日本车，日本车卖到北美去，卖到美国去会比现在更便宜。而日本缺少粮食，它又成功的可以以更加低价的这样的价格，遵照这样的协议，能够从这样的12个这种合作国家当中获得它的粮食。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美国、加拿大都是它的农业都是在世界排前列的。那外媒讲，由美国主导的 TPP 志在与中国牵头的一带一路相抗衡。一带一路是今年才提出来的，我觉得谈不上抗衡不抗衡，一带一路是今天的中国政府本身的想法，所以这个想法本身也提出来，也宣传出去了。那只不过他根本无力抗衡 TPP， 所以不是 TPP 去针对一带一路，是一带一路想去抗衡 TPP， 也没想到 TPP 这个时候出来了，因为在此之前没人提这个事儿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一带一路夭折了，这么讲才对。除此之外，中国曾经牵头过像亚洲自由贸易区，基本上就完了。亚洲银行，这好像是在上海怎么样弄的，基本也就没戏了，对吧？没人跟你玩。举个例子，美国人牵头一块玩篮球，对不对？然后中国人拿了3个弹球，说跟我一块弹球吧。然后大家伙看看他，没理他，拿着篮球玩去了。 A lost culture has returned. Be amazed.
Be inspired. Discover hope. Experience a divine culture. Shen Yun.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, visit shenyun.com. 那世界新闻网的报道是这么说的。TPP 变相取代了 WTO， 那中国何去何从？他的说法就是，在十年前中国加入的 WTO， 那在 TPP 的出现的背景之下，基本上就完了。还是那句话 ，WTO 有没有？有，但没人跟你去按照那个协议去玩了，对吧？那你就等整个都不存在了。所以大家注意 ，WTO 被取代了。一带一路夭折了，亚洲银行完蛋了，那亚洲自由贸易区根本不存在了，那也就变成了在今天中国经济出现大衰败的背景之下，屋漏又逢连阴雨，放屁砖砸脚后跟，解决它的唯一办法，当你抛弃中国的体制内部，抛弃共产党本身，回归人性，回归自由，基本人权，回归真正的法治，在这样的社会，公平社会的背景之下，人家一定会愿意你后来的这个国体进入 TPP。 TPP 是自由贸易区，在一个区域之内，自由贸易区是相互获利的，有买卖赚，有钱赚，谁不干呢？而你跟人家签订协议的时候说没，我肯定，我向毛保证，向毛主席保证，这是我们小时候说的，表示你一定信任我。后来我们就改了，叫向毛保证啊，向毛保证你，我一定兑现的。签完 WTO， 然后一群坐那儿。坐在中南海里说，这群老外真傻帽，傻帽的意思，你能信我？你不是缺心眼儿吗？很多中国人的态度。所以呢，今天人家不缺心眼儿了，就是这么个场面。世界银行推测中国明年的 GDP 增长为6.7%，它是从原来预测的7%降到6.7%的，那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这种大滑坡是不可逆转的。这就我刚才说的，里外所有的氛围都会逼迫的今天主政的人只能抛弃共产党转型，改革已死，对不对？改革已死，为什么？你只能把老佛爷砍喽，改了，从大清王朝改成中华民国了，就是历史的重复，你没招，没出路。那与此同时呢，国内有个帖子被很多朋友认为很好看，许多中国人都为 TPP 欢呼，说明了什么？一个朋友答，很正常，在邪恶政权的末期，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见到政权的垮台，任何有助于终结恶政的事物都会被如此的欢呼的。人们开始明白了，一个持续作恶的政权，其垮台越早，代价越小。这欢呼声或许可以证明，许多人已经准备承担这样的代价，去推翻和终结恶政。人说的非常的文化，非常的有理论。石涛的话很胡同，很北京，共产党死定了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